们课语教学的单元，今天我们的大来宾是梁佑翔。梁佑翔，你是哪里人？哎，我是新竹客家人。新竹的客家人，所以你跟我一样讲客家话。嘿，客家话。是哦，那太棒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学的这一句话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今天有讲客家话吗？有。你今天有讲客家话吗？有。老大讲讲。当年全有讲哈，当年有老大讲讲。看到吗？所以哈，是佑翔是我们今天黑少年的代表，每天都要讲客家话了哈。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一句话呢，就是刚刚说的，今天你有说客家话吗？因为每天要练习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同样的，我讲一句华语，一句海陆腔的客家话，再请我们的这个佑翔 repeat after me， 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今天见不你，见不你。今天见不你，见不你。你有讲，你就讲，你就讲。你有讲，你就讲，你就讲。客家话，客家话，客家话。客家话，客家话，客家话。整句话，今天你有讲客家话吗？见不你，你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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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客家话吗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只要每天练习，你的客家话就会跟佑翔一样越来越好喽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